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团结，愿为巴各派开展和解对话提供平台，创造机会。中方同有关各方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，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，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这一目标共同努力。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，如有消息，中方将适时发布。